下面继续来看一看拓展这样的一个小题。电工买来一捆电线，第一天用去全长的一半，多五米，第二天用去余下的一半，少八米，第三天用去十四米，最后呀还剩十米。想问这捆电线原来有多少米？好啦，同学们，乐老师题目已经读完了，很显然呀，你一半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记得我们的小窍门吗？来吧，时间交给大家，请同学们暂停视频，看谁做的有对有快。怎么样，搞定了吧？特别的棒。首先通过审题，我会发现知道了最后的结果，还剩十米。我又知道了这个过程，第一天第二天想求原来的，还原问题，赶紧去画画倒推草图准备了。我也不知道原来有多长，可以用括号来表示吧。来吧，他说第一天用去全长的一半，多了五米，好吧，除以二，那我们很清楚呀，剩的可就是一半，少了五米了。小窍门，多的减去，来吧，减五，这是第一天的，在下面最好写一个圈一。好的，第二天怎样了？第二天用去余下的一半，少八米，好，除以二，少的加上。好的，第三天呀用去十四米，继续往下写，那减去十四，最后还剩十米，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十了，架子搭完了，后面就容易了。但是同学们千万得记住，咱呀可要从后往前一步一步来推。十加十四，迅速报数，24减8，16，16乘上2，32，32加上5，37，37再乘以2，应该是74，没错吧？好的，所以下面把式子写清楚，正确答案74米。怎么样？题目前聪明的同学们，你做对了吗？好啦，石老师点睛，记住了一半行我们的小窍门啊，多的减去，少的加上。题四，威尔做一道加法题的时候，把一个加数个位上的9看作了6，十位上的6看作了9，结果呀，这和是174。那么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多少？好，同学们，题目已经读完了。那有一些同学会想说，乐乐老师，咱今天不是讲还原问题吗？那你这样的问题它属于还原问题吗？好的，下面啊，乐乐老师要向大家隆重介绍，在还原问题当中专门有这样一类问题，我呀给它起个名字，那就是错题型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接下来呀，宝贝们，用你自己的方法先来尝试一下，看看这个小题交给你了，是否有思路？好吧，快快暂停视频吧。怎么样？我看到有的宝贝非常的聪明，有点像这个原来咱讲的数字谜，对吧？用数字谜的思路，我们也能把它做出来，没错吧？但是咱今天讲的是还原问题，
所以呀，下面乐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思路，我就把它当成是还原问题来做。好，请看这里，乐乐提示，知道了最后的结果，当然这个结果是错的，174。我又知道了这个过程，把什么什么地方看错了，想求一求正确的结果。所以呀，我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医生一样，我就可以把原来那个正确的结果当成是原数，我用括号来表示。来吧，好的，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到底是多少，画个括号。好，准备，把一个加数个位上的9看作了6，我写清楚，个位上9看成了6。好的，再来，十位上的6看作了9，十位上6看作了9，结果呀，这和是174。好的，那同学们你看看，那这架子似乎还没有搭好，对不对？我只完成了一部分。好，由于是在做加法题的时候看错了，我们要很清楚加法，哎，这当中三个量之间的关系，那就是一个加数加上另外一个加数，结果叫做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得看看，他说呀，把一个加数个位上的9看作了6，乐老想问问看，这个加数究竟是看大了还是看小了？9当成了6，很显然是看小了，对吧？好的，那我们很清楚了，你说你要把加数看小的话，导致这个和如何变化？很显然，总共的这个和也是变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个地方要写清楚，那就是减几呢？两者相差3，由于是个位的，所以减3，听明白？好，再往下，他说这十位上呀，6看作了9。好，那我们想一想啊，首先你告诉老师，这个加数是看大了还是看小了？十位上原来是6，你看成了9，很显然呀，这个加数是看大了，对不对？那宝贝们，我们想一想，你说如果要是加数看大的话，导致这个和如何变化呀？好吧，其中一部分变大了，那这个总体自然就变大了吧，所以和同样也是变大的。那这个地方肯定是加，加多少呢？有同学特别快就告诉老师，老师相差3。好吧，我能写加3吗？不行，因为这是十位的，所以呀，它不是3，而是30，好不好？那你看看，乐乐老师，我的架子就已经搭完了，再往前推那就容易了，174减去30。144再加上这个3，147，完了，这就是那个正确的答案。怎么样，同学们，跟你做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呢？对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就按照还原问题的思路去做，非常容易就得到了结论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注意了，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把这个式子写清楚，这才是完整的解题步骤。还有一点，千万得想一想，我把这加数看大或者看小，导致和如何变化。等以后呀，题目变难了，有可能不是加法题了，变成减法题了，那么也希望我们同学们会做好吗？好啦，这个小题咱就先分享到这儿，准备啦，石老师点睛。我管这样类型的问题呀，叫做错题型。好啦，错题型怎么去做呢？思路，
就是把原来的那个正确的结果看成是原数，然后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，看一看每一步究竟会引起结果如何变化。听明白了？